大家好，我是熊猫宽宽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鼠来宝 LED 环保纸雕小提灯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哦，鼠来宝 LED 环保纸雕小提灯，哇，来看看上面的说明咯。哇，这里有说它是会咬钱的金钱鼠呢，让新的一年财源滚滚，福气满满哦。然后看到背面，哦，这边，哇，这里有组装说明了。组装说明：去除不必要的纸屑，将纸雕各部折线充分的捏折，依号码顺序组装，相同号码互折，然后扣口要平整，这样就可以咯。哇，这上面都有一些，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明。好，马上开始来组装吧。哇，提把固定装好了呢，剩下最后一个步骤哦，就是金钱鼠的金钱要把它固定哦。哇，你看这里有个钱币，把它固定在它的手上，金钱鼠的手上哦。哇，完成了呢，啊，会咬钱的金钱鼠来咯。哇，好可爱呀，这是做的真的非常的精美呢。祝大家鼠年行大运，好运数不完，鼠年快乐。哇，真的非常的精美呢，这是做的，哇，真的非常的可爱，大人小孩都爱不释手啊。会咬钱的金钱鼠，让新的一年财源滚滚，福气满满。哇，真的非常的棒呢，非常非常的可爱，而且 LED 的颜色会一直变化呢。哦，哇，好漂亮啊，非常的漂亮呢。做得非常的精致呢。而且是纸做的，很环保哦。
灯光调暗一点看看咯。哇，变色了，好酷好炫啊，好可爱的招财鼠啊，金钱鼠呢，哇，好运数不完，鼠年行大运，哇，超可爱的啊，呜呜呜，金光闪闪呢，真的非常的棒啊，呜，哇，这是小灯笼做得非常的棒呢，非常的精美，哇，小朋友一定会非常的喜欢哦，哇，熊猫快快来去玩鼠来宝 LED 小提灯哦，祝大家鼠年行大运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再见哦，拜拜。